然后这里是甜蜜冰柱，真的栉风顶哦，它就是长不高。往这里往上涨，直接到这里就用花絮封顶了，就没有伸展点了。啊，现在成熟的很多，已经吃了一茬子果了。你包括像这里，对吧？前面的全部摘掉了，这一串也是前面的全部摘掉了，这些前面也摘掉几棵了，还是很丰产的。虽然看着蜘蛛蔫蔫的，但是丰产性是绝对是够的。然后这些是黄色的，也是一样，下面吃掉很多了。然后这个灯笼果也开始成熟了，灯笼果。这边这个甜蜜冰柱也是跟那个黄石英有一样的效果呀。中间这一段时间，那些花全部不结果，可能是气候问题。前面两个挂住了，然后中间后面开的这些花全部没结上果。